那假如以现在目前来讲，因为这个高低差，至少10公分的嘛，10公分的话，它要做斜坡的，要做谁拉到那边去，就这边变成一个伞形，有没有？它一进来就直接顺畅下去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就要按照比例做一个伞形的一个斜坡下去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因为这88公分勉强是可以的。